PhotoCap 程式素材包下载，请同学连接到 PhotoCap 的网站，那么在书本的第10页。那连过来以后呢，好，你可以点选下载 PhotoCap 的标签，点选一下，这时候右边的卷轴往下拉。好，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正理中文版，这个下载1、下载2、下载3、下载4。那请你点选以后呢，好，就会看到这个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呢，这是 IE 浏览器哦。这时候请同学点选箭头，再来点选另存新档，比如说放桌面，这时候再来点选储存，好，存档，那就进行下载的工作，啊，就完成了这个，程式的下载。下载完会在桌面上，啊，下载完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回到桌面上来看一下，就看到 PhotoCap 600啊 ，CH Big Five， 好，中文版的这个。好，我们再另外我们再来下载这个素材包。那素材包在什么地方呢？请同学连到 PhotoCap 网站，这时候再点选论坛，啊，论坛的标签，对不对？然后卷轴往下拉，那下面这里看到什么？好，素材包下载区，点选一下。那这边呢，有好多版本，有没有 ？V1 到 V5 版，那 V2、V3， 那同学直接点，比如我现在点选这个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素材包第一版，那告诉你有多少的增加的功能，非常的多。那这网址都可以任选一个，那就不需要全部都选哦，只要选一个就好了。那这边要提醒同学，素材包一样非常的大。那请同学知道，比如说我现在再点选一下，他会问你哦，说素材包 PC Material V100.ex 要存在哪里呢？632 MB， 我们点选箭头，再来点选另存新档，比如说一样点选桌面，好，再来点选储存。好，那这个素材包再请同学回家自行下载，因为这有点大，可能花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